只不过想做一点小小的投资，他就把我骂得一无是处。我也常被我妈骂得一无是处啊，我也不会想要离家出走。我已经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了。我有好办法，可以让爸妈对你又爱又恨。爱在藕断丝连是最痒。中天电视，大成钢百叶窗，美好年代。